好了，体温正常了，应该没有事了。小宝，小宝，你没事吧？小宝，小宝，要不我们先扶他起来吧？嗯，来，慢点，小心，小心，慢慢来。 没关窗帘啊！周六，卫生日。哎，电视开着，人跑哪儿去了？ 这是什么？怎么又乱丢啊？哎，哎，买了这么多游戏啊，硬核玩家呀！ 时间过得好快呀，都合作这么久了，这是买了车了？看来这两天又去试镜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试上。 这个做代驾，单子越来越少，估计也回不了本了。天天吃泡面，回头打折都买点。哼，两个人都不做饭，这锅有点浪费了呀。 见他做过饭呢，买了贴面膜的。用你别动我东西，那可是我新买的游戏。买这么多游戏，你玩得过来吗？当然啦。 我又不像你，买了这么多都不玩。那你陪我玩。想让美女陪你玩，想得美嘞。的确美。算你会说话，你去帮我泡杯咖啡，我可以考虑看看。 咖啡，算你识相。等等，给你特别奖励。啊？什么奖励啊？秘密。
跟我找。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？嗯，这就是给你的特殊奖励呀。先生你好，我们这是沉浸式互动解谜恐怖类主题密室， NPC 呢均由真人扮演，十分的专业，体验感绝对拉满。那还是鬼屋吗？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呢有优惠活动，如果是情侣顾客会有折扣，请问二位是情侣吗？是的，她是我女朋友。我靠，这么恐怖啊！为什么要派单人任务给我呀？我怎么知道道具在哪儿啊？我靠，这么刺激的吗？这位官人可否愿意解开我的诅咒？妾身愿意以身相许。啊？我靠，这个不会就是通关道具吧？记得我吗？我是谁？于思涵啊，我记得我在密室晕倒了。对啊，你被吓晕了，还有这位拼车的小姐姐跟你做人工呼吸。啊？人工呼吸？身为医生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呢？感觉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今天晚上还有值夜班，我先走了。谢谢啊，有空请你吃饭。你有钱请人家吃饭吗你？走吧。哎，这位顾客，哎，稍等一下。别推我，别扒拉我。先生您消消气啊。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他了，本店的服务宗旨呢是安全至上，绝不允许伤害顾客，这属于员工的违规操作，是他的个人行为，与本店无关。本来就跟我无关，是他自己胆子太小了。陆小月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再不给顾客道歉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了。明明就是你们椅子摆放的位置不对，害得我绊倒，怎么还怪起演员了？对啊，明明就是你们位置摆放的不对，怎么还怪起演员了？你们说的对，那我们以后注意。你明天不用来了。
谢谢你啊，多亏你的帮忙。嗨，本来也不怪你的事儿，我最讨厌甩锅的领导了。哎，他们不会真的开除你吧？我可以投诉。放心吧，开除我去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兼职？对了，为了表示感谢，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那个我们已经约好要一起吃饭了。正好啊，人都热闹，一起呗。算了，他继续吃。哎，你这朋友还挺有个性的哈。但没关系，现在就剩咱们俩了，我换个衣服马上，你等我啊。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哎，豪车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上这样豪车呀。Hello。啊？看什么呢？哎，是你？哇，你好漂亮啊！不然你以为我很丑吗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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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车吧。这是你的车？老板的，我偷回来了，谁要开除我，都把车给卖了。小月，坐我车。啊！让你开几本小姐，我们开开陆小月，这个车就当欠我的工资吧。让开，我把门开开。拜拜。把车还我，陆小月，干什么？陆小月，陆小月，我把门开开，陆小月。被人追求是一种等待，是一种被选择的结果。我不喜欢被动等待。爱情就像猎物跟猎手，我更喜欢做猎手。如果遇到我喜欢的男孩子，我一定会主动出击的。是吗？这冷啊，就不应该省钱走回来。自己一个人啊？哎呦呦呦呦，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干嘛？你别动手动脚的，我警告你啊！我不想跟你玩会儿吗？谁想跟你玩啊？穿这么少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暖和暖和。过来，走过来，进来进来。走开！生病吧？着什么急呀？别着急，别着急。走开！哎呀，着什么急？转头拍你。一会儿好不好？啊，小宝，亲爱的，你来救我了，快拿砖拍他。你呀，想拿砖拍我是吗？啊，不是，桂子涵，你打击报复我。小宝，别跑呀。小宝，真的啊，你没事吧？是报复你，谁叫你我把你当兄弟，结果嘞跟着美女去吃饭，看你下菜敢不敢。哎呀，分情况啊，分情况嘛。别挡别挡啊，疼。哎呦啊，桂子涵，你是不是应该交个男朋友了？要你管，我可是女明星呢，而且马上就要红了，怎么可以交男朋友呢？也是啊。再说，不是说好一起单身吗？如果30岁你未娶，我未嫁，咱俩就凑合凑合呗。好像是有这样的约定啊。
小宝。嗯。今天，谢谢你啊。嗨，不客气。我脸皮可硬了，他绝对手骨折。我看呐、啊，你是嘴硬吧？轻点疼！哎呦哎呦，别闹！轻点轻点！你哎呦，去，好疼啊！进来。小宝，特制早餐。这贩卖也算特制啊？你很机车哎，到底吃不吃啊？要要。那我喂你吃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到处都是，再一口。好吃吗？还要吗？要。啊。干嘛？又不找你！我操！